这里是由刷刷刷刷威士快快快快开心的威士冠名播出的快乐哆来咪。真的是心动的感觉，有没有？哎，为什么让我们有了心动的感觉呢？是因为今天我们在海上花园鹭岛厦门这个非常美丽而浪漫的城市。那今天在我身边的也是200位来自厦门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那就让我们一起刷刷刷刷微信，快快快！没错，您现在收看到的就是由腾讯卫视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城市魅力创拍节目《快乐哆来咪》，我是经纪人小薇佳佳。那马上呢，今天我们三组拍档将会在厦门完成他们的竞拍。一周没见，我们三位特别可爱的创意推荐官特别特别的想念他们。刘薇老师有请。厦门的朋友们大家好。哎呀，你今天特别不一样。怎么了？特别像那种情感剧男主角。对，因为这次来到厦门就是为了这个情感剧男主角来扮演的。哎呦，已经想好了，这次短视频是要拍爱情类型的。对，来厦门肯定是啊。是的，那这个厦门呢就特别浪漫的一个地方啊，让人有冲动也有心动。一个哇，大家好，直接冲进人群是吗？放心，我车技好得不得了，以前都是骑自行车上学。哎呀呀，迪哥已经冻到停不下来了。大家好，怎么样来厦门？我厦门特别喜欢，因为我对这边的美食我特别在意。美食海鲜，对，沙茶面、鸭肉粥，还有我个人最喜欢的大肠血汤，你们爱吃吗？那马上呢，我们请出今天的最后一位创意推荐官，大张伟大老师，有请。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那个厦门特别开心，因为厦门都是胆大的人，是不是？胆大，因为厦门长大就是厦大的嘛，所以说胆儿都特别大，然后所以来这儿呢一定要大胆的去做事情。嗯，那这次想大胆的做点什么类型的片子呢？没想好啊。没想好。对，你看马上呢我们今天要出场的这三位创作人呢也是我们本季节目的最后一组创作人了。哇，那这一组呢压轴出场，先见见本人是怎么样。 先来了解一下短片、好不好？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位创作人的短视频，刷刷刷刷微视。哇，好洋气哦。我认识他啊。你认识？叫做敢姑娘，维维老师认识，他是我好朋友，啊，他是时尚，不是你怎么还带自个儿人来？怎么摆明了是不是要和他搭档呗？没有没有搭档，那说不准啊，万一他不选我呢？那敢姑娘真的很厉害，她本人就是时尚的主理人，然后又会主持，然后又会拍视频。哎，我好像听说过这人啊，她还蛮厉害，她很有自己的思想。刘维真的是哈、啊。势在必得。咋的呀？自个儿带人来了已经。谁自个儿带人来了？他有可能选我们，是你好朋友。哎，但是大老师，我觉得不一定啊。因为刘维在那儿一直说他朋友。
友，我们都不好意思再争了。对，那不好意思，下面有可能还是我朋友。你认识那么多人，好，看来第二位是吧？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位的短视频，刷刷刷刷微视。Yes。哦，跳舞。其实刘维这个适合你。刘维跳舞的，张信尧。这个适合杨迪啊，应该是圆梦。就是梦想。挺酷的。第二位呢叫金小俊，他说呢他是全网最会玩的舞蹈博主，是不是？然后很会跳舞。选两选刘维吧，又适合我是吧？适合你。要不大家为了成全我，这让全选我吧。为了让你赢，仨人都是你、啊、都选我，这样怎么样我都一定会输的。哎，但是大老师好像没看过你跳舞哎。我不想跳。那你想不想跟那种舞蹈博主？不想不想不想。为什么？不想。不想，这是任性。不喜欢跳舞，丢人，你知道吧？丢人，我怕他丢人。不是，迪哥呢？我觉得还行，因为他不是单纯的跳舞，他还有点那种剪辑、技术、思想在里面，我觉得挺好的。迪哥还可以帮他圆梦，又是圆梦，重庆圆过了，够了。梦醒唤醒师是吗？第三位很神秘，因为他的短视频当中呢根本没有人，你们看了就知道了。来，我们看第三位的短视频，刷刷刷刷微视。哇，就这个了，就这个了，我选这个了，这不错。哇，这个和你那折叠有一拼，华生辉有一拼，好高级啊！这个光打得好。这是个什么呀？所以说那个刚才外国人是刚刚你们看到的这个外国人呢，不是这个短视频创作人本人，不露脸，又和华生辉一样，就这种拍的莫名其妙的吧。但是你还不知道怎么说的，不好说。你说的不好，显得你没有档次。对，你说的好吧，你又对不起你的心。女孩子看会觉得很高级，然后很好看啊。你觉得高级是吗？别这样说，待会儿他还出来呢。出来我也这么说的，我给他跪着说，我跟他啊，我说你凭什么弄得这么好？很文艺啊，然后就感觉那个光啊，各方面都很高级。你开心就好。好，刚刚呢这三位创作人的短视频大家已经看完了啊，现在呢你们来决定一下他们的出场顺序。那个男生先上来，我也行也行，那就第二个那个男孩金小军，男生。好，有请。哇哦！哎呦 ，Hello。要跳一段吗？哎呀。哎，这不是你是谁？这不就是你吗？你不一出来就是这个吗？就是厦门 ，Do you love me？ 欢迎小军。哎呦喂，老师好，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哎呦喂，跳跳看世界，我是金小军。不是，我们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你看我跟杨迪不会跳舞啊、然后那如果我们要跟你合作，我们怎么跟你合作呀？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说我一直是跳着看世界嘛，其实那个还有后半句啊，让世界跳起来。我有一个技能，就是我有技能，我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在五分钟之内，五分钟学会一段舞跳起来。对，就是你可以带动大家，你有这个技能，是因为我经常会到各个地方的跳，可能这个地方不是一个舞蹈房，也不是一个专门都是跳舞的，它可能就是街边。一个摊位，一个小店，一个商场，就是你是专门做团建的，是不是？觉得要不就带上我们所有的观众，带上我们三位老师一起，行，我们来拍一段威势，这样子就可以验收一下我刚刚说的是不是真的。这个来吧，我来帮你们拍。你能拍好吗？只要有了威势 APP， 我就完全不用担心，是吧？记得厦门，你爱我吗？开车带你去兜风，是不是很开心？跳跳跳跳 ，OK。
应该差不多。那我们现在投屏来看一下。啊、好，投屏看一下。那大老师，你现在有改观吗？我暂存那个，考虑一下看看啊。对对对啊。好，也谢谢小军，来请坐。马上第二位，看谁的？哎，看谁的？先看港姑娘算，她朋友。行，那我们就看港姑娘了。看港姑娘。哇！哇、哦！好潮哦！好美哦，好高哦。哎，我怎么觉得这衣服哪见过呢？这不是塑料袋吗？这个是，这是现在很流行的 PVC， 对，哎、哦，时尚中人 ，biu 皮的，是不是？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呢，你视频里头穿的那些衣服什么的，那些造型都特别洋气。那你本身的职业是造型师还是模特？因为你有这么高。没有，真的职业就是时尚旅行短视频博主。你什么时尚旅行短视频博主？你靠这挣钱啊？对，这能挣钱啊？对，哎，怎么植入？怎么赚钱呢？就带点产品，带点。哎，是让你们了解人家短视频创作人。不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关注我们最开始只是跟他们合作，现在关心他们的生活了，希望他们能活得好一些。啊。赶姑娘这个名字就取得很赶，为什么要想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很敢于，就是去实现自己心中的想法，完成自己的梦想，想到什么就立马去做。当然看出来了啊。哎，但是重要的是在于，因为刘威说你是他特别好的朋友、哦、所以你来就一定跟他合作，对不对？我们两个就没有任何机会了、嗯、是吧？天，他能这样，他说好吧，拜拜，好人已经平安，他就是想跟刘维合作，不用再说别的了，是不是刘维啊？你不要这么问人家，很直白的，是我，就是他啊、嗯，留个悬念，好不好？好，来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谢谢您，马上就是神秘的三位了不起了。哎，你们猜一下，为什么他一直不露脸？我觉得要么就是他一下出来，所有人都认识他，所以他不方便露脸。对，不方便露脸。而且不光是我们，我觉得大家都认识。还是说他本身都认识？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就是一台机器，他是一个机器人，就是机器人带镜头啊。然后今天我们出去外景，中途还没电，要带去充电。对对，他是太阳能的，没事儿。好，不知道。你看这三位大开脑洞啊、哦！这个，他就是谁呀、啊？谁呀、啊？他就是神秘嘉宾。哦，来来来哇！哇！就欢迎娇娇、徐娇、周小迪。你们欺负女孩子，不是英雄。100块！努力读书，就算穷。到哪里都会受到尊敬的。好久没见，大家好。天哪，那你拍的？我来了。那些是你的？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对啊，同学吗？还是？刚才那个视频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的，大一上学期的期末作业。现在看来其实因为已经是3年前的作品了，感觉挺不成熟的。然后就啊，我的黑历史。3年前的作品已经拍成这样，很不容易了啊！你看娇娇平时拍的这种作业都特别的专业，那短视频拍的多吗？就是说，用手机去拍是从来没有拍过，但是就因为之前收到节目组的邀请，然后我觉得用手机来创作短视频的这样一个形式，挺符合我现在大学学的专业的，我觉得还挺感兴趣的。本来是说是不是就单纯的是出镜这样子，但又觉得这样的话参与到创作的部分太少了，但是如果说可以自己长进，我自己剪辑，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去完成一个短视频的话，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天哪，徐娇，你真的，哎呀，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怎么你要抛弃你们家赶没有赶姑娘了？ 我是跟徐娇说一下，我们那个节目很辛苦。我知道啊，他们每次拍就是拍一天，然后晚上不睡觉的剪辑。我要睡觉的，我会很高效的完成，然后拍出电影感。你看，人家还很高效的完成。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三组搭档来这个组搭档的时间，然后大家呢心里想一想，想跟谁一起搭档，然后把他的名字写在信封上。
厦门站拍摄的三组搭档已经组队成功了。那马上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次在厦门他们的竞拍话题是什么，请看大屏幕。对于厦门人来说，生活浪漫如诗，在海潮和绿荫之间，在古早韵味和老宅深巷之中，我们收集时光谱写成诗。这里有琴声悠长的岛屿，有橡树与木棉的情谊，也有情侣们旁若无人的嬉戏。这座城市无时无刻不在恋爱之中，糟糕，是心动的感觉。哇嘎利贡，今天的竞拍话题不是别的啦，就是心动的感觉。心动的感觉，心动的感觉在厦门。那现在我们厦门的话题竞拍马上开始，12个小时的拍摄时间倒计时开始，我们三组加油。好嘞，油。其实我印象其实也是觉得厦门很适合恋爱，就是有那种，我好像去哪，就是有那种恋爱的感觉。拍摄内容你有想过吗？因为心动的感觉嘛，开始呢就是我们走爱情线，对不对？所以开始呢我们是两个单身，就会一个人去各个地方，但是呢就都有一些共同点擦肩而过。哎，对对对，就是其实两个人早就应该认识但一直不认识。对对 对，我们还可以就是那种双屏展示，就是我在喝这杯咖啡，对，完这杯咖啡了之后我放下来之后我一走，然后他在你身边擦肩而过，对对对，然后你也在那边喝咖啡，对对，这样观众就很一目了然看到 what's going on 了。 yeah yeah exactly right， 然后就可以心动的感觉砰砰。OK OK， 太顺利了，怎么办？对，接下来就那我们就用心感受那厦门就好了。对对对。哇，这个其实这个地方很漂亮哎，有没有人会在上面拍婚纱照啊？我们先上去看看它上面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有。有吗？而且我觉得应该就是上面有很多 couple。哇，电梯。哇，电梯很漂亮哎。哇。哇。好美哦。哇。哇哇，好漂亮啊！好多景啊！好美啊！对啊，你们好，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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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厦门人吗？对，我们在这边厦师。啊，你们都是厦大的？他导师跟我导师带我们出去写生。哇，我们俩都是网号。你看得出来，你一看就那种艺术家的潜质，你看就很像老师的那种感觉。对，而且你看聊天的时候，一直手都搭在对方的肩上，你看人家也是，啊，我真的是有点不服。真的真的就很自然，有没有？对，很自然，就完全没有那种刻意。是的，是的。我们要拍一个关于心动的感觉，你们都让我们觉得很有心动的感觉。哎，我们现在准备去做那个，你们要走什么？我们想走这个栈道，挑战一下自己。这是什么意思？这代表爱情的什么呢？勇气。哇，哎呦我的娘啊！其实还好。真的要走吗？走吧，我们去吧。走吧，走吧，我们去吧。你们考虑一下哈。我们去看看你们吧，我们去陪伴你们一下。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个里景真的很美。You can do it。啊，可以。哇，哎，你们俩不要往外走了，小心一点儿，还没结婚呢，没领证呢，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你害怕吗？我真的害怕。拿一个脚吧，帮你扶着。哎呀，老师，你小心点啊，别掉下去了，老师，你快回来，你快回来。老师，你注意安全。你现在，我们在拍一个 video 的。Are you alright? I'm alright。下来拍什么呀？咱俩该拍视频了吧？对。你要不然你不我来拍？不，我可以拍。你可以。OK OK。我先拍你吧。你拍我？就是哎，不对，我应该先拍人家俩。啊，你拍。好，预备，走。哇，好棒呢！你看他们俩接吻了之后，那个小眼神儿。我看到了他们那种情侣，鼓励爱的鼓励，然后因为爱，然后他们登上了这个天台的时候，被他们的那种他们的爱情所感染。我觉得这就是有心动的感觉了。3、2、1，走！我要男朋友，我要
了是吗？我爱你。我想问你一个很俗的问题。他穿了很色的衣服。嗨。嗨，哇哦。You're so cute. You're so cute. 我们就是拍一个小视频。哦，你们在拍一个小视频。我们也在拍小视频。你这是您的，我老婆。我们一家的老婆。我老婆。太疼爱了。认识我。我给你看，他的微信号之上都有哎。我有几个粉丝，我有。你坐，我坐这边。一两百个粉丝。你有一两百个粉丝。玩。一两百。玩。粉丝。那差不多比我多。老婆。哎。我饿了。饿了，我给你拿一个吃的呗。No, 我有一个三明治在这里，你看。哦，这么好。哦，不行哦，这个有肉，你不是吃素的吗？Yes, 老婆。给我500块钱零花钱。什么400块？你要300干嘛？我刚好有200，给你100。好，我给你转过去。你怎么那么抠啊？你怎么那么抠啊？那你们在一起多少年了？十来年。所以你帮他运营微视吗？我帮他拍小视频。对，我们的小视频。是有故事的，搞笑的。你拍小视频，你要一个狗子，你要一个亮点，一个狗子。他说的狗是，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把你老婆怎么勾住的？你的钩子在哪？我的实在，啊，实在。哦，我说真话。那我特别好奇，因为你们俩在一块儿，肯定地域很多性格上都很不一样嘛。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跟他在一起之后？有，需要为了他而改变的。钱。好直接哦。真的好直接哦。我是标准美国人，我没有钱，我想要一个东西，刷卡嘛。哦，没想到钱。标准中国人是说，哦，我要这些眼睛，我一定要现金。哦。看着以后我付现金的，我不像他。就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很实在，我的信用卡的钱的钱很多，对，真正的富翁啊，就是富翁的富翁。我认识他以后，我才学会理财，看银行的金额更好玩。真的像大哥所说吗？是，他为了你改变很多。以前哈，最早我认识他去他家哈就。好乱，他都不敢请我去。那现在的话，他在家里，他也要洗衣服啊、晒衣服啊、洗碗啊这些，他都会做。下班回去啊，他会给我烧好开水，给我倒好放在那边。哇！遥控器递到我手上来。哇，女王哎！幸福。你问他，我们有没有吵过架？哎，好问题。那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吵过架呢？这个问题是我问的。真的没有，他哈，特别是他从来没有说，在我面前发脾气或者是不高兴，他从来没有。嫂子你好幸运哦。那你有什么秘诀吗？两个人相处，真心对待嘛，就是爱，就是这样子嘛，对吗？我们很幸福，真的很幸福。哎，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幸福。我真的爱他，我真的爱他，我不疼他谁疼呢？要哭了，谁疼我？谁疼我？我觉得这个地方让你有一种结婚，就有一种很想在一起恋爱的冲动。我觉得可以看一看怎么能把他们融入到我们的素材里。你们在拍视频，我们也要拍小视频。我们还有两个竞争对手，一个是大张伟，一个是央帝。啊，我们要赢。你郭他们？当然。因为我们有你这个狗。好不好？好。哎，哥哥 ，Yes， 哎，我以前 I've never been New York， 不要太高兴的感觉。为什么？因为真的没有去过别的国家，很遥远。我去过 okay, 我去 Rio， 他的生日呢？他的生日是8月10。好了吧？好了，好，看看。那
叔，谢谢，谢谢果果大叔，谢谢你们传授我们爱的经验。希望明天你们是第一名，拜拜，拜拜，很高兴认识你，祝你们爱情永远幸福。谢谢，谢谢，谢谢，拜拜，谢谢，拜拜，走吧。我的一开始就好成功，很好，很好。那我们就是换一套衣服，走吧，走。又要开始干活了，好嘞。今天他们这个主题是那个心动的感觉，其实原本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男女一起拍，结合我们现在的情况，因为他们是男女组合，我们是男男组合，我们比男女的那种浪漫是比不过另外两组，因为他们就是有女生在里面，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大招一样的，就完全跳脱他这个男女的思维，就是相当于说我们是男生，厦门是女生，我要去吸引这个叫厦门的女生的感觉。哇，你把厦门比喻成一个女生的样子，对吧？对对，可以可以。然后用一些动感，然后这个的话，我可能后面会设计一些主题的舞蹈。然后这个主题舞蹈的时候，我想这个可以尝试一下。你可是那个樱花？对对对对。如果我们用这个樱花，杨迪老师在这个视频里的呈现度也是复古的酷。对，我们看看怎么操作吧，待会儿好吧。之后我们去那个厦门集美学村啊。集美学村。那就把厦门拟人化嘛，如果能遇到一个像厦门的姑娘就好了。快到了吧，我们这也挺漂亮的，嘿，走下。你那个舞蹈动作我们设计的魔性一点哈，我就是这样想的，对，就是那个很重要。对，你的包真是不是一般的重。哎，这其实比较以前那种哈。是不是觉得有点就是比较传统的厦门？对吧？阿姨，阿姨来来来干嘛？参与一下吗？这么快了，我们先到一起。好好。哎呦，剪头发。我是不是又要剪个头了？我在这节目里经常剪头。没有。不要拍我，哎，不要拍，很漂亮的，不要，应该是有人试拍。哎，你是哪里，在哪里看见你？那我啊，电视上呗。我在哪里看到过你，阿姨？镜子里。他像不像厦门？像不像什么？厦门。你是哪里人？是内蒙古的。不，你重新，你再说一遍，你是哪里人？内蒙古的。不不不，你是厦门人，你是哪里人？我厦门人。可以啊，我觉得。运动。哎，你的，我方便看看你以前有过什么视频吗？有没有？可以。可以看看，就。我的风格就是。哇，我感觉好那个年代。真的是像以前那种老胶卷拍出来的样子。因为我一直都会喜欢这种风格，所以我基本的视频都这样子。只留下电话号码。梦一，你叫梦一。梦一。我叫小军。小军，杨迪。对。我们一起拍一点东西呗，方便吗？现在拍吗？就是我们也还不知道要拍什么。你们如果也是想拍类似的话，我可以带你们。我们可以拍，可以啊，没问题啊，都没关系吧？是，过去看看。我们先走着吧。走，你都是全国到处跑，对，我自己跑。哦，你真好哎！而且哇，你真的很80年代那种感觉。是。你们好，你们好。喝茶。哎，你好。
哎，喝茶。坐。够我们喝吗？我们对呀，多的三个人，三个人坐啊。刚好啊。茶喝一下，这个古早味的试一下。你们都是本地的？本地。对。我们就三家店连在一起。你是哪家店老板？这家。这家。哦，沙茶面。我想吃，我真的没吃午饭。可以啊。大肠有吧？你别吃大肠了。为什么呢？搞个那个你没吃过的，可以吃。所以厦门人平时下午都会有一个喝下午茶的习惯。对啊，就是想坐自己想上就开始。但是你们几个坐在这个巷子口，你大家走到这害怕吗？不会。我刚刚都有点害怕。不会。因为我在那时你们说杨姐过来。我们过来就过来，你怕到什么？是热情，对对对。是热情。我也一般。你看我别走。杨姐过来请你喝茶，吓一跳。那我给你们安排三个。真的真的真的。给钱的，我们给钱的。不用。沙茶面，好，来吃沙茶面喽！敢肯定跟你说，我自己制造，你肯定没吃过的。哇，好大的那个鱿鱼！这个是沙茶面，对，吃得惯吗？吃得惯，我很喜欢吃这个。这吃得来吧？吃得来啊，你可能在外面可能没吃过这种的。我在面上肯定没有吃到过鱿鱼这么大一块的。我店里经常有啊。多少年了你店？应该有很多年了，从我老妈到我接手。哇，家族企业。对，我想说家族企业。一直都在这儿吗？家族的一个秘方哈，可能在里面。秘方是汤底。汤底，对啊。大社那边其实很多当地的那种居民在那边生活了几十年那种样子，包括他们的一些吃的东西啊，也是很多年前都是刚开始是什么味道就是什么味道。第一家碰到那个沙茶面就是家族的一个传承，妈妈当时怎么就是做这个沙茶面，再把手艺传给儿子。可以，这个挺好吃啊。咱们继续。这个你看看这儿有谁需要一些什么。门口一会儿走的时候，我们拍一个，就像刚刚那个老板站门口的推进茶，做一开始前面的氛围的就可以了。行，就这一个镜头就够了。你吃完了吗？这样子你们吃，我带老板到门口拍个镜头。好，老板，我想麻烦你一个事情。你配合他擦一下啊。好的。那我正好把这个虾吃完。老板，你就站这里，然后我会带到你的招牌，带到你的人。好。然后我快，你就笑，快进的时候你就笑，我说笑你就笑。老板，你来了。OK， 准备，三、二、一，走，笑。要是再笑笑开来一点。一、二、三，走，笑。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一、二、三，走。笑。好，谢谢老板，可以，麻烦你，没事，搞定，好吗？镜头，先不管。感觉老板妈打人了，走了，来，谢谢款待，我们去给钱，拜拜。先换身衣服，好不好？正好消化一下。在我们过程中，杨迪老师他说我们的音乐是很复古的，他觉得说我们不能跳戏，我们两个男生不能就是感觉是在整个画面里面是非常出戏的状态，所以他就提议我们就三个人风格统一，把衣服换上，后期视频出来就是三个八零年代的人。换吧，可丑了，都换上，找个地方，找个地方先。OK， 对，换衣服。
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悲伤，亲爱的，来来来来来，来不及了。我们都换完这种衣服了，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就是，那边的大哥们用不用得上？他们有一些奏乐。走吧，你们好。哎，杨迪。哎，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经常看的湖南台北的。哦，你好，你好。哆来咪那个。这是我的两位朋友。啊，你好。我们都从80年代过来的。啊，80年代过来。哎，你好，你好，你好。你上次第一名哈，我有看了。但这次是的，是的，争取我们这次也第一名，是好不好？好不好？姐姐们可以帮我们的第一名。对，叔叔阿姨们是在干什么？我们在排戏。谢谢。那阿姨今天会唱吗？会，会唱。我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吧。我们也学吗？也学可以。学得会吗？会了。咱们这是演哪出戏？他那个身骑白马，好不好？身骑白马啊，高上关。唱的烂不烂？可以可以。来来来。我身骑白马啊，高上关，高上关。白花不换动作，一样。别嫌弃我啊，你对他好不错。接下来两位阿姨站两边，他们做他们的那个戏曲的手势都行，对不对？我们就跳我们的。对，来来来，好不好？准备啊，五，听我哈，听我哈，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爱我三二三四，为的用啊我，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我先天白面，高上花，爱我所以哦，放下谁，放下谁。也先想我啊，哦，不错了。哇，咱们就要去鼓浪屿，太棒了！咱们要找的是这个雷错乐队。走，我们坐船去。哇，这么大！我记得以前我坐的是小船。你要拍哪儿呢？这是啊。我要拍一个小岩石，我先试一下。嘿，您好啊，您是那个厦门人吗？是吧？你们都是啊啊，对。这个地方让你们最心动的是什么呀？也是上面的文化积极活动。文化哦，上面有什么文化呀？特别是音乐这一块。是吗？建筑设计。上面说。我们就要去找一个乐队，雷错乐队，你知道吗？没听过。没听说过。那这边有什么特别有名的音乐的人吗？花儿乐队，花儿乐队。那是肯定的。哎，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第一次来，他也第一次来，导演，因为他想我们这个片儿的主题叫做“心动的感觉”，因为他们说厦门特别浪漫，然后他这个浪漫浪在哪儿了？各个国家的那种装那个建筑哈，算是一个大中和的地方啊。到了，嗨，小姐，小姐，小姐，看着呢。Let's go， hello 啊。娇娇，没事，不用光拍，拍是一部分，你跟大家聊会儿天儿。不太擅长，我觉得你擅长就可以了。别介，爱说话跟会说话是两回事儿，我只是爱说话，你会说话很重要，对不对？我既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你就美美的拍吧啊。
今儿这花真好看，大粉花。哎，那个树酷，看那个树。啊，我看到了，好大。它这种园林设计的吧，修的太工整了。哇，你看这还有好几对结婚的呢，全是结婚的。哎，哪有结婚的？好几对。可是这边结婚圣地啊，你要拍牵手吗？全是手牵在一起那种感觉，是不是？好浪漫。就这儿吧，就这儿。嗯，就这个乐队吗？哦，老爵士乐队。咚梆梆，哇，这个声音这么漂亮。来来，啊，乐队真的是那个乐队。老师们，您是那个雷错乐队是吗？雷错夏威夷乐队。雷错夏威夷，就是雷先生。哦，我们还想了好久，这个到底是什么含义？对，雷错是大房子，这个大房子，121年呢，这房子121年。雷，这是你们家的房子是吗？对对对，哇，真棒！我们想知道您这个乐队是怎么组建起来的呀？这个。我们是业余爱好的，哎，业余的。正好他喜欢夏威夷吉他，您喜欢普通吉他，然后他喜欢拉小提琴，就这么组合在一起了。天造地设，你们就应该在一起，对不对？您那个乐队在一起多长时间了？我们有10多年了。音乐是会使人聚集在一起。哎，有什么歌我能跟你一块弹吗？我也会弹一点点。哎，我刚才看一首歌，特别想唱一下。我小时候唱合唱团的时候，就特别爱唱这首歌。我唱这首歌还得过奖呢，《三塔路西亚》。来，塔路西亚三，开始了。一二，看盼望星多明亮，闪耀着金光。当爷爷奶奶就是，最开始可能我只是觉得他们是一个夏威夷范儿的，就是那种，然后就瞬间让整个人就是酥软了起来，然后他们会很快的让你融入，然后就是感觉很虚浮，让我觉得，在那儿之后并没有任何压力，因为他那儿就是一个让所有人，然后去那儿听着放松，他们自己也是悠然自得过一辈子那种感觉。我每一次看见那种真的爱音乐，人家并没有拿来挣钱的那帮人，就是那种悠然自得的，让我想起来为什么爱音乐。嗯。在这黑夜之间，请来我小船上，三塔路西亚，三塔路西亚，在这黑夜之间。最开始音乐让您心动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好多年前呢，当孩子的时候。当孩子的时候啊？对。那也没多长时间嘛，对不对？一转眼的事儿都是啊。一转眼。我已经70多岁了，一转眼。咱们这些老师们有夫妻吗？这是我老伴，我们两个差不多要50年。那你们是因为音乐在一起的吗？是啊，是啊，真的是音乐在一起的。对，我们年轻的时候就爱好，
然后就是他弹琴，你也弹琴。对，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我可以拍你们会互相说我爱你吗？可以可以。讲普通话还是讲闽南语？你是天天在一块，会说这句话吗？啊，很少。很少说吧，就借着我们这个节目的机会，几乎都没有说过呀，再向对方表白一次吧。好，明天开始。那好，来，就从明天开始，老因为明天开始就没有那天，咱们从现在开始。我爱你，我爱你。对对，我爱你，我爱你。三二一，我爱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春花是你。人家夫妇两个人是因为弹琴在一起，他们也许平时并没有说过那么多，但是他们弹琴的时候，可能弹着弹着，然后眼神一交汇，会心的一笑，那里头就代表了一万句我爱你。我爱你。哇，老天儿，这是您吗？我不爱照相啊，所以我很少，很帅气了，都是他。哇，这个是他呀，中专的时候，对，是十七八岁了。你们认识的时候？啊，有啊，认识。50年了，嗯，50年。你看看，这就是岁月，是不是？哇，你看这才叫文艺少女，这个真的文艺。这个以前在海边拉小提琴，人家就是深，就是这种情到深处啊，不用说那么多话啊。您之前看过这位老师的书吗？舒婷是我们鼓浪屿的大诗人。大师，您最喜欢他的哪首诗啊？志向树。就是志向树啊。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就是我必须是您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对，鼓浪屿有木棉树。啊，鼓浪屿有木棉树。木棉树吗？木棉树。高大。称为是英雄花。哦，所以它后边会有那个所谓那个红英勇的火炬嘛，对，对不对？嗯，对，像火炬一样。然后它有一个就是说我愿意，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这个木棉说的是一棵树，是很高大的树，很漂亮啊。这个志向树，其实它的诗呢跟画一样，诗意呢会让你变成陶渊明，能让你有美好的世界，多棒！每次来到这种地儿都羡慕人家，结果自己还得这么活着。小狗出来了，拜拜拜拜拜拜，走了小狗，咱们跟我回家吧。嗯，真好，你还知道送人。我们去哪里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到沙滩上去啊？哇！这风车漂亮不？这风车你拿着，对不对？少女感是吗？这个好看不？也暂时想不这边。哇！哎呦！现在可以，我们可以想一个它和厦门的结合，在海边给它完成。从海里出来的它，你能方便你潜入海底吗？从海里这样扑，对，海上，叫水草发展。我们到那边去思考，海可以给我们灵感。对，可以的。走走。小军，你想想啊，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拍他一个，比如说他独自的走动，比如他的这些镜头，就是我唱的那个卡拉 OK， 不是经常有一些少女吗？以前卡拉 MV， 当以前有些 MV 的画面，不是？我可以坐在这儿？可以啊，可以啊。我这个光是比较好。带点那个夕阳是不是很？
这就可以了，对吧？我们不要贪多。那我们接下来这样的，我们下一个地方再补几个舞蹈。可以。这家店很酷哎，这是古着店。这是古着店吗？这可以进，可以进。可以啊。嗨，这里就是我们的家。You saw me standing alone without a dream. 这是你们的服装店吗？这是古着店吗？就是想来一个古着店，他还想约我去一次，你记不记得？对对 对。到后来都没有去成。我觉得可以学那个舞蹈，有活动可以一块跳。还有舞会。对对对。哇！当时就觉得正好，因为我很想去感受一下沙坡尾这边的主题派对，于是我们两个人就欣然同意了，特别的兴奋。那我们必须得有一套行头，那我们应该变身，对，变身的、啊。快乐哆来咪提醒您下节看点，我们去跳舞吧。耶、yeah. ！那就跟上我的舞步。很酷酷酷，来同学们走，倒起来倒起来倒起来、啊、完美，完全酷酷啊！哇，天啊，我觉得厦门是一个可以让爱萌芽的城市，有了爱确实是能让人变得与众不同。快乐哆来咪合作伙伴，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威士快乐哆来咪，待会儿见。威士快乐哆来咪，现在继续。打开朋友圈，用威士拍摄，赢取惊喜福利。快乐哆来咪合作伙伴，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上新浪微博搜索快乐哆来咪，获取更多节目资讯。那我们必须得有一套行头，怎么说？那我们要变身，对，变身的、啊。我们去跳舞吧，我已经控制不住我的 dance 细胞了。走走走走。微微，嘿，干姑娘 ，Do you wanna hang out with me? Yes, definitely. Let's go. 我们先去买两杯啤酒嘛。去哪买？就胖胖啤酒嘛。胖胖啤酒。对对对，超酷里面。Hello. 这个是这个老板，他叫 David。哎，这是婷婷。这是你的吗？他叫你哥哥哎。对，我就是哥哥。哇，哥哥，他喜欢你。真的吗？对。他会讲中文吗？他刚才一直在讲哥哥哎。对啊，他一点点。对，你问哥哥，哥哥你是哪里人？哪里人？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安娜。妹妹叫什么名字？妹妹叫 Amy， 好甜哦，太可爱了。那你们两个人是在厦门认识的吗？在厦门认识的。哦，对，是在厦门相爱相恋。就是之前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面，嗯，然后我们是邻居。有一次我见到他，他就坐在路边喝啤酒，对，但是他那时候不会讲中文。我会说。嗯啊，你能不能给我一杯啤酒？啊，这个我说一句，这个我会说，别的我不会。反正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看他的眼神，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会发生点什么。哇，真的假的？我也差不多一样的。对，我经常开了一辆电动车，在那个村子里面飞奔来飞奔去，他就觉得这个女孩好像有点不一样。然后有一次，他因为那个签证的关系，然后他要出去，在香港，很想他，我就想说那个我要去看他。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通信的信号，然后他就在那个南丫岛，他就给我发了3张照片，
然后我就自己从厦门转了三站地铁到那个码头，就开始看那个他发给我的三张照片，然后就找到他敲门。哇，对，这真的很勇敢，就克服万难还是在一起嘞。对，后来我们再一次在一起以后呢，就是他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我喜欢你很久了。哎呦，发这个照片是两年前他偷拍我的照片。对，所以那一次真的我有被感动到。今天我感觉妈妈都要哭了。他从来都没有听过。新歌哎，妈妈第一次见到，他什么感觉？第一次见到的话，还觉得挺不错的，喜欢，觉得我也是不错的，这样感觉。她老公已经其实暗恋她两年了，这么可爱的宝宝，女生的妈妈也很幸福地看着他们俩，我就是觉得这种状态简直太美好了，有人已经过上了我想象中的生活，然后这么幸福，这样一下就被戳到了。来 ，Cheers！ 为了你们的爱情，先喝一杯。搞笑啊、周结尾可以拍一个真哈哈笑的，然后有宝宝的啊、嗯，好，可不可以？那你帮我们拍好不好？可以，我帮你们拍个视频，拍个视频，就是一家三口的那种笑，我们一家三口就生了一个这么漂亮的。你看孩子就不是你了。来拍视频，来，三二一，笑，笑，呵呵呵呵呵，那个表情好好玩哦。可以了啊，好，谢谢。哎，这个有一瞬间，这还蛮好的。其实这个用心做 ending 蛮好的，对，就是跟你们一家人，我们合一张影，你们是 family。哎、来这边 ，We are family。看前面。谢谢。拜拜。那种拿着酒在这边要去跳舞的感觉，哦，是不是很好？你拿着这个酒杯好搭哦，没有人能穿出他这种气质。对，哇，我看到 disco ball 嘞，又来了 ，boom shake， 啊，也是露天的 ，yes， 天台。轰隆一打开门就 bang bang， 各种拍的，然后动作最，现在是 bang 右转 bang， 好，开始呢，哎，这个动作是那谁杨迪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什么意思啊？哎，好了，为什么会也在这里啊？因为说这儿有一个非常适合我们身份的 party， 那就跟上我的舞步。杨迪，杨迪，你看起来就是那个年代的大叔。那个年代的大叔。好，那咱们就跳起来吧。好。来，好，我们跳热舞就是很放松，跟着音乐就行。5 6 7 8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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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8 1 2 3 4
狼狗。我们接下去有一个帅一点的动作，有帅的，踢一脚，好，大家看。哇！哇！哎，这个镜头应该拍下来，对吧？我们一会儿拍吧。怎么样？好，谢谢，辛苦。好，你们有什么要拍的，我们帮你们先拍。嗯。
我想拍成盖茨比那种。哎，比如我手是拿这个手机吧，我先转转转，但你这个手啊，感觉是跟我转在一起，对，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会有一个打开，然后换了一个人，然后再回来就换成另外一个人了。来，启动 ，OK， 来，朋友们，我们呈现一个非常嗨的舞池的状态，好不好？好，开始吧，来，大家跳起来。来走，非常好，非常好，好，闪，让你，耶，小心 ，come on，come on，come on。哇，梦一是最美的，哇，梦一真的笑得好猛，来，带小乖赶姑娘，赶姑娘最美的笑容，温柔的看着她。刘威，我帮你移出来。舞会的氛围我真的超级喜欢，特别像音乐剧，当你节奏跟对方在一个点上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兴奋，极度的快乐，然后那种天真的快乐一下带回你进入到那种年代，进入到那种状态。音乐、舞蹈、夜晚、天台 ，everything 全部是真的很开心，不是因为要拍节目啊什么。可以可以 OK。棒棒的。谢谢，合作愉快。这个景我们要不要拍一下？是这样的，因为我每次跑到一个好看的地方都想拍个跳舞，你可不可以帮我用威视拍个跳舞？行，能不能帮腿拍得长一点？你不知道威视有一个长腿功能吗？啊，你看在美化里面，然后有个美体，然后长腿，然后你一会儿我去拉到底，好不好？来吧，你去吧。好，哇，准备啊！哇，哇。可以可以，预备，一二三，走。哦，一下子你看，是不是腿长了很多？现在是从1.75米变成1.95米的感觉呢。好，可以可以可以。哎，我能不能好奇的问个事儿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派对实在太特别了，我特别想知道主办人是谁啊？等等，哇，你问的刚好是对。刚才杨迪的舞伴。对。这是你们两个人是专门亮出戒指，已经结婚了多久？刚刚吧，要不然怎么那么爱秀戒指？对，我也觉得。是多久？我认识20几年。我今年20岁。What？ 哦，我像你们在一个医院出生的。哦，就是家里人，妈妈爸爸都互相认识，那跟他们没有关系了。是的，爱情嘛，是自由恋爱的。这是为什么今天的跟你们这个有关系？因为我们结婚速度太快了，我连订婚戒指都没有来得及给。但今天我要补给他一个惊喜。生活中这么闪亮的其他的小钻石呢，都是为了我们最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希望你能给我幸福的生活一点。爱情会让人勇敢，他勇敢地拿出这枚戒指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他是整个场上全天下最勇敢的男生。永远不是风景，是人。真的觉得他们就是把我内心深处触动到了，这种状态简直太美好了。这种事情就是感觉好幸福。我们遇到他们，就是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厦门心动的感觉。我们就先撤了，我们 OK 了。好吧，那你先走吧。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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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你们明天的作品。拜拜。谢谢，这也是我的。还有吗？可以检查一下。哦，还有风车。你也有太多东西在我们这儿了吧？
着你的水果，风车，风车，谢谢，哇，谢谢，行，拜拜拜拜，拜拜了，谢谢今天，感谢，有你的参与，你明天来现场吗？有时间我会去的。行，到时候联系，拜拜拜拜拜拜，小心啊，嗯，等一下，等一下，我要自拍一张，一定要让我走到那儿去才说吗？耶。好了，拜拜，拜拜。然后还有什么要说吗？没有，他又上车又说了，拜拜。你好，到时候，哎，你好，你好，辛苦辛苦辛苦。你好，谢谢我们焦导演。然后那个，您这是干嘛的？这地儿？我的天呀，好酷啊，底下还有那么多叫声，他的贝斯在他的贝斯在下边，谢谢老师。哎呀喂，老师您您好，您好，您好，幸会幸会幸会。您弹这个琴等于底下是贝斯对不对？就是还是底下算是还有另外的一层键盘，那这样算起来加起来一共有五层键盘了。哦，五层键，而且每一层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对，每一层的声音是不一样，就是把不同乐器的音色加在一起，可以组合起来，就像交响乐一样，自己组合不同的乐器。哦，这就是最早的合成器，对不对？对。为什么鼓浪屿会有这个东西呢？我们鼓浪屿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叫做胡友谊先生，是他捐赠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建筑也是为这台琴打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刚刚好的。哇，太酷了！而且老师的气质也特别棒，因为他今天想拍的是心动的感觉。您觉得，如果是在这么棒的一个圣殿里头，能有什么心动的感觉？您能点醒我们一下吗？我可以弹一首非常心动的歌。好呀，好呀，是吧？太棒了！同学们，你们都是哪个学校的呀？行，那你们是什么系的？音乐系，声乐。唱，你们唱歌的？是啊。哎，老师，他们能跟您那个一块唱一个吗？可以啊。我们一起唱吧，我们不一般的。你们不是一个班的？我们非常的不一般。你们非常的不一般呀。对。哎呦喂，这么活泼。那你们咱们一块儿跟老师唱首歌好不好？行啊。你们会什么美声的作品？我们唱鼓浪屿直播行吗？行，好啊好啊。那咱们老师，那我们就正好能录个音是不是？你们就是在这边吗？还是要站到哪儿？站。对，有没有那种来，同学们走，造起来造起来造起来啊。同学们，你们都多大呀？高中刚高一高二吗？十六七岁啊。你们心动的感觉是什么呀？你看到吗？是为什么说您啊？对，是在这个岛上上学吗？还是？对对。哦，你们住在这个岛上啊？对。是吗？有人是不住在岛上，每天要坐轮船上下学。天哪，太浪漫了。太浪漫了，还是太慢了？又慢又浪漫。好，先排成两个竖排开始吧，同学们。等会儿啊，老师，你行了吗？我可以呀。好了，老师，我们三二一开始
读高中的时候就在眼前。这么一说来，感觉好像人在成年之后时间就过得特别的快。我觉得这一次对于我很多时候都是始料未及，俺的不期而遇。感觉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是一个天使在慰藉着你，所以我就觉得特别让我心旷神怡。完美。是吗？那个，那咱们这段拍完了吗？拍完了。谢谢同学们，谢谢同学们。谢谢。走了，我们的工作完成了。还在想吗？没事，一切会好的，不要焦虑。你焦虑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在我没有完成之前，我都会，就是日常生活中我都特别容易焦虑。我都焦虑好多年了，我是老焦了。我是小娇，我大老娇，对，要么叫你叫娇娇呢，娇娇。不用着急，一切都会解决的。走。我是想，我明天凌晨我是拍个日出的一个过程。你要早上去拍日出去？哦，我要拍的。不过我这个晚上，我今天晚上我住这个岛上。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城市魅力创拍节目《快乐哆啦咪》，我是今天日小薇佳佳，欢迎各位。哇，在厦门真的是无时无刻可以遇到心动和浪漫的一个地方啊！你看，今天在我们现场就写着“厦门故事，遇见是一场美丽的邂逅”。这种邂逅的心动呢，在我身后的这六位身上。那话不多说，就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搭档，他们就是刘维、感姑娘，有请。哇，你看，手牵手就来了，心动的感觉有没有？你看，今天在厦门出场方式就不一样了，手牵手而来，一上来就全是心动吗？在厦门没有找到一个有心动感觉的人去拍视频，怎么能拍出有心动感觉的视频呢？啊，好像个绕口令。我听说你们两个现在要这个组合出道了。我们是敢作敢为，敢作敢为，两个人的名字都有了。是昨天在厦门有很多很敢做的事儿吗？这次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很多厦门的爱情故事，因为那个爱情会让你改变，就是让你变得很勇敢。然后我昨天爬到那个爱情天梯上面了，就是这都是我们不太会干的事儿，对对对，啊，但是是爱情改变了我，心动的感觉，爱情故事，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那马上呢，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二组，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心动感觉呢？让我们有请到的是杨迪、金小军，有请。大家好，欢迎迪哥、小军。哎哎哎！
给让位置。没有，杨迪，你一出来，这个女生笑得好开心哦，她看到你就觉得好笑。早上好。迪哥今天不一样哎，怎么的？你知道吗？让很多万千少女心动的感觉，就是男生穿着白 T 恤。真的假的？对，我就没带什么衣服来，因为我带的都比较厚，没想厦门这么热，就仅有的几件能拿出手的衣服。哎，这次跳着看厦门是什么感觉？厦门的人就非常的淳朴，感觉对。然后我们在那个大社那边和一群唱戏的阿姨一起玩，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的视频里面非常的热闹。啊，这种心动好像特别接地气儿。是的，是的。好，来，我们今天的第三组啊，到早上还在拍摄的娇娇和我们的大老师，掌声邀请。哎呀，两个人今天穿的好搭哦。好配啊。对对，大家好。大老师，你手上拿的是？你看不懂，是书。这又是礼物吗？这是一首诗，然后因为是舒婷老师的诗，因为他在这个鼓浪屿已经做了很多年，待了很多年，现在隐居的一位诗人。嗯。然后今天我们走的特别文艺范儿，因为我们焦虑姐啊，就是娇娇姐。焦虑姐。因为她特别焦虑，她每一分钟都在想怎么办。然后我们这回走的特别的诗人的感觉。嗯嗯，特文艺。特别文艺。那问一下娇娇呗，刚刚大老师说你一直都有点焦虑，那现在这个片子满意吗？我个人行一直都是慢慢的去磨一个东西，昨天放的我那个作品我是剪了3个礼拜我才剪完的，然后让我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去创作，我很难对自己满意。这次是一天为了这一分钟。对，无时无刻不在战斗。对对对啊。好，来我们看今天的第一组短视频，来自我们敢作敢为组合，刷刷刷刷微视。这一段对你特别不好，最后他跟你生了个外国孩子。对，说实话，刘维，孩子不是你的，一眼看出来。刘维乐得那么尴尬，还那孩子确实不是我们的，但人家孩子，你要看视频，那孩子是中国人，他只是混血儿。对对对。是这么一个爱情故事吗？对，因为我觉得世界很大嘛，然后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人，但是可能是合适的、有缘的，但是不一定会在一起。所以刚开始就是有很多擦肩而过的画面，可能都同时想要找一个灵魂伴侣，一直没有找到。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合适的机缘，合适的资源，机缘啊，资源。嗯，就正好碰到那个地方，我觉得很好玩，一个起点。今天你真好看，然后就相遇了。相遇之后，就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做很多开心的事情。哎，尤其是在厦门这个地方。对，然后也是感觉很有恋爱的氛围，很心动的感觉。而且你们的巧思很多，有一个就是刘维在更衣室这个拉上的时候，镜子里面是你。对对对，对，你看，我看到了很一个小点，很细心，挺好的。还行啊，所以维维第一次看，自己看完就还是心动的，还是心动的。非常感谢敢姑娘给了我一个这么完美的结局。
就最后对结局有点没有，结局很好啊，其实就是孩子很开心的花絮，对对对。一个特别浪漫美满的爱情故事啊！另外两组先看哪一组？我们第二个放可以。其实我当时你们俩组队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因为人家心动嘛，都有女生，然后你们俩男生。哎，是我们当面找到了，看看我们的视频就知道了。对，好。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旅行一段接一段。而且他平时就是这种，真的吗？好复古，真的吗？平时就这样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梦一，谢谢你们。哎，所以梦一平时也是这种感觉和风格？嗯，对，我一直都是走这种风格，大概有五六年吧。啊，喜欢？对，就是凭着喜欢。昨天我们一开始其实很愁，我说两个男生怎么表现心动的感觉，就算表现出来也会不好怪的吧，对吧？好在我们碰到了梦一，然后我们就一下子想到。说哎，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 K 唱歌的感觉，然后就做成了就是感觉有一首点了一首歌，然后那首歌的名字就叫心动的感觉。哎啊，真棒啊！刚刚这两组的短片播完已经是不一样的感觉了，一组是浪漫，一组是复古。那大老师，你们的风格是？我们呢？我们的风格是？哎，来，我们娇娇来说吧啊，文艺吧。啊，文艺，对对，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是这样的，来，我们先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啊，然后我们这回不一样的是在于呢，我们要做这个人屏互动啊，还有人屏，对对，我们要跟后边的屏幕是在一起的。好，马上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大老师和娇娇的短视频，心动的感觉，刷刷刷刷微视。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相依。哎呀！第一次看到对嘴诗。因为现场说那个声音吧，怕那个没有那个不够震撼，雄厚的声音，你知道汪峰的感觉要出来。然后呢，这一次呢，我们想做的事情呢，就是大家一起来那个念诗。哎。然后，大老师上次不是说不要互动了吗？没有，都没有准备互动。
因为我觉得那个，因为互动有很多嘛，有跳舞、唱歌，但是一起念诗这件事情难得，很神奇的哈。来，同学们，一人拿一张啊，这是我们那个节选那个《致橡树》这首诗。来，我外国朋友，来，我们来带着同学们一块念诗了。那希望我们各位独立的灵魂都能够相爱在一起，为彼此而心动了。那么我们的音乐走起，一起念起我们的《致橡树》。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然后就是这种一念诗的时候那种意境，对对对，因为心动呢是需要体会的，因为它毕竟是心，它是另外一种感受，所以说我们就希望能够扎到根里头，这种诗的感觉，让人家感觉就是一点一点的侵入到你的血脉里。哎，因为我们刚才我们说还碰见一堆老人，刚才那帮弹吉他的老人，他们3岁在一起，然后呢今年都70多岁，68年的交情，我想让他形容一下68年的交往是一个什么感受。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啊，然后他就是一块弹琴，因为他觉得琴弦能拨动心弦。就是你们有一个镜头是两个非常的沧桑的手，然后放在琴弦上。他们就是一对夫妻啊，就是刚刚说在一起68年的那个。不是，说68年的是在一起68年，3岁结婚的。不是，就说他们是一堆人，那一帮老头他们三岁就认识了，老头老太太，对，好朋友68年好朋友。然后呢，有的人出去工作呀，后来还是归来，就印证了那句话，每一次出发都是为了又一次的归来，是这样的啊。那我们来问一下腾讯微视的达人们，那就金克斯吗？金克斯好吗？金克斯儿，来，咱们都退后一下，说杨迪的事了。咱们有什么可能？你在啥玩意儿？不一定。这今天心动了吗？你整个人感觉眼神都柔和了。不，我主要说杨迪老师，但是今天我有点哇，为之一振。没想到您还有这一面，大老师。我有好多面呢，你看一看。背面、正面、侧面。但是你配上那个画面，你有没有觉得？对对，很美。我感觉他俩一对，有心动的感觉。哎呦！好嘞，谢谢您。我们再找一位男生讲一下，好不好？来来，前面去。忐忑小王子，你好。其实让我最记忆犹新的是什么呢？是杨迪老师最后一组的那个阿姨。阿姨，对不对？阿姨，就是3点了，你们该走了，就是对，面无表情。她就是老板娘。你们有机会真的可以去那家店玩一玩，叫什么名啊？你们搜 RTV 就可以了，对，他的店，边吃饭边唱歌，真的挺好玩的。好，谢谢我们腾讯微视的达人们。那我们3组的短视频已经播放完毕了，那么现场的200位有没有心动的感觉？为谁而心动呢？就把自己那一票投给他们。马上呢，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个微信2维码，拿出你的手机扫描一下。好的，现在呢，我们的投票已经结束了。现场呢，我们有效投票数一共是199票，最后的结果是，请看大屏幕。我们的视频呈现的是另一个方式，去让大家感受到厦门心动的感觉。整个视频呈现出来，我还是挺满意的，我觉得应该有可能会拿到第一。这次让他们感觉其实心动的感觉是感受诗、感受声音、感受画面，这个形式感特别棒。快乐哆啦咪合作伙伴，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微视快乐哆啦咪，待会儿见。微视快乐哆来咪，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刷刷刷刷微视快快快快开心的微视冠名播出的快乐哆来咪。最后的结果是，请看大屏幕。
我们的视频呈现的是另一个方式，去让大家感受到厦门心动的感觉。整个视频呈现出来我还是挺满意的，我觉得应该有可能会拿到第一。这次让他们感觉其实心动的感觉是感受诗，感受声音，感受画面，这个形式感特别棒。厦门站领先排名第一位哦。今天投票结果太好了，尤其应了我昨天和小俊我们剪辑的时候的话，就是一剪完的瞬间我们说赢了，你看真的就今天就赢了。这次能够拿第一，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元素，首先梦一她的加入让我们整个视频平衡了，然后杨迪老师她的整个故事的串联能力把我们整个片子的完整度做得很好，让我们最后把这个片子能够完整的呈现出来，并且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快乐哆啦咪我爱我的城厦门站的竞拍已经结束了，心动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好，让我们一起刷刷刷刷威视，快快快快开心，下周见。快乐哆啦咪提醒您下期看点。 Welcome， 欢迎来到深圳。本期呢，我们的竞拍话题是深圳梦想家。你们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二十周年嘛，是今年吗？是今年。哦，这是什么？意念控制无人机。嗯，也挺犟啊。都是这么认为的。不想跟他玩了，很麻烦。这都是拼贴画作的，现在还没完成。我这个产品是作为教育赛事。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成功，有可能会失败。我现在做好了玩命的准备。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是：书评成为一名中国优秀的律师，希望拥有自己的企业。梦想家开起来！为他们这种愿意拼搏的精神而感到佩服。全体出发，梦想！快乐哆啦咪合作伙伴，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威视快乐哆啦咪。待会儿见。